来，苏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下来，快点，过来，跳上来，直拉巴走了，对，直拉巴走了。腊八粥，腊八蒜，腊八豆腐，腊八饭，今天腊八啊，吃腊八粥，多吃点啊。啊，出啥？里面还有大蒜呢，你多吃点。早晨起床发现金铃薯小弟不见了，找来找去，大家可能根本就不会相信，居然跳槽跑到这个缸子里边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。